Hello， 我是来自于爱安时代的女主播，我叫苏坦丹。在这样的时间里呢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新套马杆，送给正在聆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。喜欢这首歌的，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发喜给嘞，谢谢大家。声音开大点哦，声音够了的。相遇的方向，给我一片辽阔碧绿的牧场，给我一匹烈马，一种狂野的飞翔，给我一碗清澈像泉水流淌，给我一朵鲜花，一朵鲜艳的芬芳，给我一种勇敢像跑马一样，给我一次热烈火辣的拥抱，给我一份感动比这天长，套马的汉子飞驰在原野上，带上我的爱恋一起向远方，明天有多远，爱有多宽广，你为我唱对，我把这个神曲录一下好不好，然后大家这个等我一下啊，把这个神曲录一下，然后打打卡点点心哈，然后正在听神曲的小伙伴们请记得帮我点点关注，对，每天晚上的凌晨一点到早上八点给大家直播，然后大家记得点赞转发评论，谢谢。给我一朵鲜花，一朵鲜艳的芬芳，给我一种勇敢像套马一样，给我一份热烈火辣的拥抱，给我一份感动比这天长，套马的汉子飞驰在原野上，带上我的爱恋一起向远方，明天有多我们的鹏哥啊，谢谢谢谢，我刚刚在录神曲啊，把这个神曲。